叫提要手掌，经济独立，这个是左经济独立，这个掌是要当要掌，这个是要掌是当掌，再公布重心移到要掌，左手掌是踢出，就收回，转掉拿出。经济独立，他就是也有进攻，也有防守，因为他这个进攻的时间呢，是我们打过这个赛事的，一脚呢，这脚呢，攻他呢，这提脚呢，啊，这蹬他呢，劈他呢，这攻腿再攻出去呢。下步在左手脚打出嘛，就收回来嘛。所以这个有防有守，必须我攻他的时间，左手脚打出，踢他这个脚要踢我了，所以我这边一转身，跟着就会发这个动作是大练好。这个所以这个脚是有防备的功能，有进攻的功能。有防备的功能，这个动作很重要，很多门派都有经济独立啊，左右经济独立啊，它就是要一个腿支持全个重心，另外的手脚可以攻可以守可以防范。下次的现在我们这个手不动，就是开始的这个是煞势的，这打上去了，这踢脚了，这踢他了，啊，踢他了，还是这蹬他了，所以他这个手呢，是一攻的时间呢是提脚、蹬、踢、拉，都有，这个是相对的，都有，啊，所以呢，他这个一拿这个记号，这个要下来，要讲了。也要收啊，还有这样子打，收回来的时间就是守了，前进的时间就是攻，收回来的时间就是守，这个脚的运用，所以它就配合大练好，大练好就以守为攻，经济独立是攻守都有，啊，其实大练好也是。攻守都有啊，因为你一进攻过来，他一退，刚刚满足了嘛。左经济独立嘛，左脚就像这个在踢嘛、蹬嘛，怎么样打都可以啊。所以一攻的时间是这个在攻他嘛，踢嘛，踢出去嘛。好了，比如说他这个时间，那我这踢出去啊，他这左腿一拉踢要脚。做提要讲，所以我这个时间是大内了，刚刚是所谓经济独立以后呢，收回来，这个是大内，大内了呢，是以退为进，以守为攻，所以呢啊，他这边打过来，那他这边那相互靠我了，相互靠我，我就是这样已经咬下了，所以他。配合你所训练的，他下不来，来落地，可以这大练好，退步按，那边也是一样，那边也是一样，第三个，松下去，大练。以前有一个学飞士呢，是这样子的。是不是？对啊，收左手嘛，提右手嘛，转身带动右脚刚推前，这相步，这个是以前这个相步打，这个是进阶飞，所以你这个小小步了，他已经给你快了，进攻过来了，所以你就变行阶飞了。
那他这个对答的时间，大家对答，我就这样讲，他一拳打过来，击打过来，如果他这样击打了，我就用弯弓射弧啊，击打过来我就一拳，这是这个已经防备他这个手了，这个手过来冲过来集中过来就防他了，所以他一转身呢，以前这个捶背式是这样子向后掏嘛，冲下去向后掏就捶背式，但是呢现在这个呢一提手一转身他已经起脚了，一松下去就起脚了，我这所以要这样子打开他横斜飞，这个是外际方向的配合，所以有斜飞式有横斜飞，你就不理他硬核的角度攻过来你都可以变化，如果他急的你就向后靠，如果是他一松起这个脚来你就翻，叫横斜飞。那再一次慢一点的，横斜飞慢一点的，神出神转打下去了。